you <laughs> 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酒足饭饱，茶余饭后，欢迎收看《泄密食堂》，我是主持人龙飞飞。从蓝田猿人文化算起，中国有八十万年的历史；即使从盘古、上帝、女娲算起，咱中华也是起码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大国。这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甭管是春秋战国时期屁大点的地方建立的国家，还是一统江山的大朝代。 只要是有人称王称帝了，那就会建立自己的皇宫啊！这上下五千年，到底有多少座皇宫，怕是已经数不清了。不过啊，毁的毁，烧的烧，现如今能存世的，况且是正牌的，恐怕也就只有北京和沈阳的两座故宫了。其他的，要么长埋于地下，要么只剩遗址。 还有像台北故宫那样的啊，皇上压根儿都没去过，那算什么皇宫啊，是吧？所以啊，咱们今天的话题还是得奔回北京来，来好好聊聊世界五大宫之首北京故宫的那点事儿。是是他故,宫故宫，故宫，顾名思义当然是有故事的皇宫了，要不然我今儿啊也就没得跟您聊了。大家都知道。 北京故宫啊，法国凡尔赛宫、英国白金汉宫、美国白宫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，世界五大宫，这北京故宫可是排在响当当的第一位的。不过啊，在过去的五百多年间，故宫有且只有一个名字，那就是紫禁城。我记得之前有一期节目里，我还特意说过啊，某个脑残的清宫剧简直是胡编乱造，这台词儿里竟然就蹦出了“故宫”俩字儿。 这不缺心眼儿吗？那么，故宫这个称谓是啥时候开始用的呢？一九一一年，辛亥革命，满清垮台那会儿，紫禁城还是紫禁城。直到了一九二四年，溥仪被这陆钟麟率领的手枪队赶出了紫禁城。等到了第二年，皇宫变成了博物院，正式对外开放以后，这紫禁城才改了名儿，改叫故宫。 很多人可能没来过故宫，没进过紫禁城，对它的了解呢，也都是来自于各种各样的连续剧，是吧？在这儿啊，我不得不说，某些电视剧是真坑人呐。这打个比方啊，说哪个大臣惹怒皇上了，皇上一任性，直接就发话了，拉出午门斩首啊！编剧同志，您知道午门在哪儿吗？ 那可是整个紫禁城的正门，谁没事闲的挨家门口杀人呢？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晦气吗？我呀，普及一下，明朝那会儿砍头在西市，后来叫西四，也叫西四牌楼。而清朝呢，刑场在南城的菜市口，像八大顾命大臣这个肃顺以及戊戌六君子啊，都是在那儿被砍的头。皇上说推出午门斩首，其实啊。 这还得去菜市口出这红差，那午门啊，顶多也就是大臣不听话啊，出廷杖，也就是打屁屁的地方。还有啊，电视剧里面每天早上皇帝都会跟众大臣在这个太和殿上早朝啊，嘚吧嘚唠唠嗑，什么纪晓岚和和珅还得明争暗斗一下，是吧？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，谁一大早起来开会啊？这早朝的制度在清代那会儿基本早就废了。 如果没有重要的事儿，皇上批折子就行了啊。完后该干嘛干嘛，琴棋书画诗酒花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皇上也是人呢。对了，今儿聊故宫，我想起啊，之前我在另一档节目里讲过这个故宫闹鬼的事儿，说过去八九十年代傻瓜相机啊风靡于世那会儿，有人在故宫的红墙黄瓦下拍照。 拍完回家，把胶卷洗出来一看，妈呀，竟然就拍到清代的宫女了，而且面色铁青，一个个低着头排着队，像鬼一样从这镜头前划过。哎，这事儿可不是胡咧咧啊，也不是传说，故宫里确实阴气重。您想吧，这过去的后宫除了太监、宫女、娘娘以外，就只有皇帝一个纯爷们儿了啊，明显阳气不足啊。 而且呢，解放以后，很多在宫里曾经待过的老太监证实说，这紫禁城里确实住着很多仙儿，像黄鼠狼、刺猬、这个狐狸啊，以及传说中龙之九子的各种瑞兽。另外，故宫里面有一口诡异的井啊，一口枯井。白天您往下瞅吧，一眼就能看到井底的石子和荒草。 但是在天有明月的夜晚，子时一过，您再往井里看吧，石子儿、荒草全无，那里面可是满满的井水，而且透着月光，水面上能映映出个人脸来，但那脸可不是你自己的。总之，这关于故宫神秘且灵异的事儿啊还有很多，您要是想听想看，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“ o 野 China”，也就是 G O。 Y E China，用微信搜一下就成，或者呢，扫一下这儿的二维码也行。进去以后啊，您直接发送“故宫”俩字儿，做好心理准备，您就什么都能看见了。是你是他刚刚说电视剧都是蒙人的，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，一半一半吧。例如前些日子，我带节目编导杨震去故宫玩儿。 他提了个问题，着实的给我问着了。他说：“老看电视剧里那些个妃子不听话啊，给皇上惹毛了，然后呢就被打入冷宫吃糠咽菜去了。那这冷宫它挨哪儿呢？咱瞧瞧去吧。甭说啊，您就算找遍故宫那八千七百零七间半屋子，你也找不着哪间房、哪个店门口上挂着冷宫的牌匾啊。” 因为冷宫它只是个称呼啊，根本没有实际的固定固定地点。例如这个《甄嬛传》里，纯元皇后被囚禁在了景阳宫啊，这景阳宫并不破也不烂，只是位置比较偏。雍正呢，把皇后囚禁在那儿，死生不复相见。然而在《还珠格格》里，这景阳宫又成了五阿哥永琪的住所。所以啊，冷宫它没有固定的地儿。说白了。 皇帝不待见你，褫夺了你的封号啊，撤走了伺候你的人，你住的地方就叫冷宫。搞不好哪天啊，皇上又看上你了，你住的冷宫瞬间就要变成暖宫了。我呀，还是说几个曾经的冷宫吧。这第一个叫乾西啊，也叫乾西五所，这儿啊就是曾经所谓的冷宫。 说当年明熹宗朱由校的奶妈克氏，仰仗着这皇帝的信任，跟这魏忠贤勾结在一起，把持朝政。而玉妃呢，性情刚烈正直啊，怀了龙种以后，可能是脾气不好，就得罪了克氏。克氏呢，就跟朱由校说：“说玉妃怀的那是野种，根本不是你的娃，这事儿你得好好查查。”嘿。 这傻木匠皇帝听完还真信了，立马就把玉妃打入别宫，活活就给饿死了。这个别宫啊，据考证指的就是冷宫，而且呢是比冷宫还要惨的这个宫殿夹道，也就是前西五所几个宫墙间的过道啊。这地儿是人待的地儿吗？况且还是个孕妇，这他妈还不如给一刀来的痛快呢。这第二个地方啊，叫安乐堂啊。 安乐堂本是安置那些生病的、什么无权无势的或者老太监等死的地方，不过就是这么个地儿，竟然就奇迹般的哎诞生了一位皇帝。都知道明宪宗的老婆万贵妃那是个醋坛子哈，自个儿没孩子也不许别人有啊，这宫里谁要是怀孕了，他知道以后就得立马打掉。但是宪宗吧，他有个爱好，喜欢去藏书阁看书。有一天。 他呀找到了一本奇技淫巧的怪书，哎，看着迷了。等他放下了书，突然就发现藏书阁的宫女季氏长得好看顺眼，于是呢就跟他嘿嘿了。结果啊，宪宗这朱见深的枪法还挺准，一枪就中了。哎，这万贵妃知道后就让宫女儿去给这季氏堕胎，但宫女儿呢怜悯季氏，回来就撒谎说说季氏不是怀孕了，是长瘤子了。 万贵妃这人多疑啊，说皇帝既然碰了你，就算你没孩子啊，我也不让你过好，过不了好日子。于是呢，就将继室贬到安乐堂去了。后来，在太监张敏和宫女的保护下，这朱佑堂，也就是后来的明孝宗，在冷宫安乐堂就这么出生了。这说的呀，都是明朝的事儿。那清朝的冷宫挨哪儿呢？哎，在景祺阁北边的北三所。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冷宫了，曾经关押过大名鼎鼎的珍妃。据当年亲手把珍妃推进井里的二总管太监崔玉贵回忆说：“说这儿啊，就是所谓的冷宫。珍妃住在三间北房里最西头的那间啊，屋门是由外面反锁的，呃，窗户呢有一扇是活的。吃饭、洗脸都是由下人从窗户递进去，这吃的呢，也就是普通下人吃的饭。” 呃，有两个太监啊，说轮流监视啊，那日子过得真是能直接无聊死。如今您要是想去北三所看看，那是没戏了，因为那地方塌了，唯独珍妃掉下去的那口井还在。她呀被崔玉贵推下去以后，尸体在井里泡了一年多才被捞上来。后来呢，在井口石上打了铁锁，原封原样的就保留到了今天。这个呀，您倒是可以去瞅瞅去。 是是他既然冷宫看不见也找不着，那去故宫总得打开隐藏模式，瞧点儿有意思的东西吧。就比如说隆宗门匾额上插的那个箭头，哎，实打实的射箭的箭头。说禁卫森严的皇城里，怎么可能出现这玩意儿？这谁胆儿这么肥，敢在这儿放炮射箭呢？您呀、啊，还得听我跟您慢慢道来。 白莲教，中国最神秘的宗教结社之一啊，前身是东晋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白莲社，属于一种那个半僧半俗的组织。由于白莲教的教义通俗，很容易忽悠群众，所以呢，它有着非常强大的势力以及众多教徒啊。等到了清代，有一部分将这个反清复明视为毕生追求的教徒，从这白莲教里面分离出来，成立了专业的造反派天理教。 在嘉庆十八年八月份，爱新觉罗永炎带着一行亲信去了承德啊，上木兰围场打猎去了。趁着京城空虚，天理教北京的头目林清啊逮着了机会，迅速集结了二百多人，说要组织起义军攻打紫禁城，推翻这满清的统治。甭说这帮人还真有两下子，举着枪背着剑，一路闷头就干到了紫禁城啊，杀到了隆宗隆宗门外。 与这禁军侍卫展开了这个激烈的战斗。林青这一伙人知道，想要攻入内廷，就必须拿下隆宗门，所以呢，这一仗打的可谓是龙战于害极为惨烈。您别看起义军只有二百多人，但他们足足扛了一天一夜，才被赶来的援军彻底歼灭。哎，这会儿驻扎在城外西郊的精锐部队火麟赶来了，这才算把这个天理教林青这伙人给灭了。 而隆宗门匾额上的那个箭头，正是当时起义军留下的。嘉庆皇帝回来以后啊，为此事破天荒的下了罪己诏，也就是写了检讨书，并且命令说，箭头不要拔，就留在原处，以示警戒。所以，隆宗门匾额上的箭头就这么着，原封不动的被保存了两百多年。哎，但其实啊，隆宗门可不只有这么一个箭头，相传总共有仨。 但是到了民国后期，有一个找不着了。现如今可以看到的就剩俩了，而另一个呢，在隆宗门东侧啊，从北边数第二排第四根船头上，哎，那上面插着呢。您可以看看屏幕上的照片啊，这第二个箭头跟第一个在形状和材质上有着明显的不同。所以呢，有专家说了，这第二个箭头不是起义军干的，是后来皇宫内的自己人往上射的。 啊、哎，那么他是谁呢？跟刚才一样，关注微信号“狗也拆”呢，也就是 “g o y e china”，进去后还是发送“故宫”俩字儿，您就知道这是谁干的了。另外，在宁寿宫皇极门外的九龙壁，大家伙都知道哈，这上面九条龙个个都是翻腾自如，神态各异，色彩华美不说，那雕刻加烧造的工艺绝壁是精美绝伦，数一数二的。 但就在这么一个屌炸天的九龙壁上，却隐藏着一个小秘密。这上面有一条白龙啊，有机会您仔细看看，肚子上有一块不是琉璃，而是用木头疙瘩凑数怼上去的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当然了，这其中啊也有个小故事。是你是他 说当年因为建九龙壁的讲究多、难度大，所以呢必须要选个技艺高超的师傅领头来干。选来选去吧，这事儿就落在了一个叫马德春的工匠头上。说他是一老炮儿啊，技术杠杠的。嗯，的确，马德春烧了一辈子琉璃了，确实是活儿好不粘人啊。不对，是活儿好技艺高啊。但九龙壁的活儿可不好干。 千小心万小心的马德春带着大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经历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，才终于烧制出了九龙壁要用的这二百七十块琉璃。可就在装贴那一天出事儿了。当时工匠们啊都在小心翼翼地忙着，突然间一声清脆的响声传过来，吓了马德春一哆嗦，他连忙跑来一看。 一个小工匠就傻傻的戳在那儿，两眼正直勾勾的盯着地上摔碎的这么一块琉璃，快尼玛哭了！马德春心说：“这特么是要命啊！都这会儿了，重新烧那块琉璃肯定是来不及了，延误工期这罪名可担当不起。可要是另想法子的话，又是欺君之罪，这要是被揭发了，那也得人头落地。这可怎么办呢？等死不如一拼。” 干脆搏一把吧！马德春花了两天两夜的功夫，用一块上好的黄花梨木，呃，照着这个摔碎的那块琉璃，硬是给雕了块一模一样的出来。完后刷上白漆，直接就补在了缺的那块位置，好嘛，生拼硬凑，九龙壁算是完工了啊！乾隆皇帝领着众大臣前来观看，忍不住赞叹的同时，他老人家。 仔细地欣赏了每一条巨龙，每一片琉璃，还好乾隆没发现那个木头疙瘩。他还称赞说：“马德春手艺高超，的确是老炮中的老炮。”嗯，活儿好不粘人是吧？他粘了块木头上去，把乾隆和文武百官全都给骗了。不过呀，蒙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木头上的漆慢慢都脱落了，也就露出了木头的本来面目。 这打小我就知道，这民间流传这么一句老话，说“四九城中紫禁城，九龙壁里有宝藏”。我看啊，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。这块黄花梨要是能给掰下来的话，车珠子当手串能值老钱了。看完九龙壁啊，咱往武英殿东侧的断虹桥上走，那有一只倍儿逗的石狮子，一爪摸着后脑勺，一爪护着裆。 嘴巴微张啊，看着古灵精怪的，很嬉皮。就这似的，他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呢。说道光皇帝的长子奕纬打小就被寄予厚望、啊，指他今后能继承大统呢。不过这孩子呀，不听话，偏爱顶撞先生。有一回，先生实在忍不了了，就找到道光皇帝去请罪，说自个儿才疏学浅，皇子是管教不了了，您让我滚蛋吧，回家去我还落个消停。 道光啊，听罢就把义伟给瞪来了，还没等他跪下磕叩拜呢，气得上去直接就给了一脚。谁成想这一脚不偏不倚，刚好就踹在了那两颗鹌鹑蛋上。结果没过多久，义伟就悲惨的挂了。后来有一天，道光打这段虹桥上路过，突然发现了这个造型怪异的石狮子，哎，左手无鸟，右手无脑，表情很痛苦的样子。 这就让他想起了自己的亲儿子，不由得呢心生悔意。于是啊，他命人用红缎子把这个石狮子给盖了起来。估计呢也是怕日后触景生情。这后来宫里的人也就纷纷传言说，义伟其实就是石狮子转世。他虽然没当上皇帝，但他不乐意离开紫禁城，所以呢就化作了狮子，准备永远在这里顽皮下去。 这故事啊，我跟您说，一听就是野史，您乐呵一下就成了。今后有机会去故宫玩，我觉得没必要请导游了。您把那三大殿和我说的这几处隐藏景点都转一遍，估计啊就够您能玩上半天的。另外，这宫里的宝贝确实多啊，一百八十多万件，要是都换成钱的话，这就没法估计了，无价是吧？ 节目最后啊，我也拿一件皇家的东西出来给大家伙瞧瞧。这是啊，一块来自嗯嗯嗯的琉璃瓦，哎，黄色琉璃明显是皇家才能用的，而且呢是五爪龙，所以没跑，一定是嗯嗯嗯的东西啊。话不多说了，这块琉璃瓦您别看说上面残了，但这上面的这个龙纹是丁点儿没有损伤，而且绝对是明代老瓦。 这留一层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，底胎都露出来了。这呀可是我的心爱之物，要不是为了节目，我是万不能拿出来送给大家的。您啊要是喜欢，请打开手机微信搜索“狗野 China”，也就是 “G O Y E China”，或者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，进去以后点击节目福利那个按钮，丢的一下你就知道这东西。 怎么能拿走了？行了，这期啊，咱就聊到这儿吧。历史很骚，你我都很骚。咱们呀，下个礼拜一新的一期节目，不见不散。